这么一说，我都想用的。就我一个按钮按一下，我的平板画面就到电脑上面了，就咻一下就上去了。是不是？没错，你等的好被我虐了吗？好，我进来了，我进来了。我要先加你好友吗？靠腰，我要更新。没有，我刚刚也更新了一下。小事小事，要秀给大家看我怎么，我上次跟蓝仙人打，结果呢？打了五场。然后五比零，五比零，你赢蓝千轮哦，你输谁赢？啊，我懂了，你应该是被虐的那个吧？没有，我奋力的挣扎。OK。对对对，哎、欸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等一下，我正在开哦。我想的那个吧，那个名字吧。是，他怎么直接给我打这个脖子啊？我不是要这个脖子啊。哪个脖子？脖子错了吗？就只会有那个脖子啊。我叫脖子的 OUO 啊，应该没有变啊。对啊，我就知道你叫这个名字啊。他刚刚给我自动打张脖子哦。张脖子，你是不是平常都在搜寻什么？什么张脖子点点？那是很久以前的，现在都看别的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了。哦，很久以前的。对，你那个张柏芝的时候，哎、欸，梦幻熊熊儿居然在线上靠北，因为他也在公司靠腰。你叫什么？梦幻熊熊儿，对不对？你叫什么？你叫什么？我邀你，我邀你，我快打好字了。哦，你快打好字了。不要，我那个先不过去了。OUO， 哎呦，嗯，大写 OUO， 啊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对，大写的 OUO， 是哦，欸，他有时候是 OUO， 有时候是 OUO， 你是摸大人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我。你看起来菜菜的，欸，我看起来菜菜的。好了，哦，那我们要开始切磋了。好，来切切磋磋哦，一路对战。看一下第一支要什么呢？啊，第一支先来个最普通的。嗯，嘿，你这什么东西啊？骸骨王？我不知道，是现名的。哦，别，看起来很强啊。远程输出，哎呦，好像蛮厉害的。这个是塔哦。怎么摸女孩？还我小熊！不要在我频道里一直喊我小熊啦，小熊在隔壁啦。嗯，你怎么？二三位英雄来。16 VS 5，我16啊，对啊。你怎么那么高啊？我就那天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他就连胜一直上去了。OK， 很快就咻一下就咻上去了。哇，你这个，哎呦，跟我用一样的。来。虐的你不要不要的，跟你讲。好 ，MIDI 0710。哎，欸，等一下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画面卡了。哎呦，趁现在！别！哎，重开一次就好。好，这样子就好了。橙子不是六六妹的粉吗？对手掉线，战斗暂停。我操！我就跟你说他会暂停哦。来了来了，我回来了。来了吗？等一下，他在自动登。为什么那个法师叫伊芙琳？可能他是伊芙琳他爷爷啊。
红系嘛，很正常。没错，伊芙琳为什么一定是指的那只角色叫伊芙琳？啊、这只角色也可以叫伊芙琳啊。就像博兹尔，这个地球上搞不好也会有好几个博兹尔啊。啊、欸，你一个放空城啊？不是、哦，我刚刚就断线了。好啦，该操你那一只了。来偷挖矿！我打你那只是不会扣血啊！大唐，为什么你那只不会扣血啊？可以告诉我吗？哦，我的血快逃了！快逃啊！脖子，脖子，你有没有在翻过来？脖子有啦，我在，这是战术哦。对。要把你引过来哦，好猛哦！等一下，我的前排怎么死的那么快啊？干！我不是这样吧？我他妈的打不死你的东西啊！快逃啊！我还没刮到别人就死了，放小啊！哎，你还用你的那个怪兽把我的工兵全杀了？等一下，为什么你可以这么猛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没有，我就等级比你高一点而已啊。没有，你的那个是战斗等级，你的玩家等级是在外面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的玩家等级不低欸，我的玩家等级还蛮高的欸。等级等级的玩家等级好像30等。可是我怎么感觉打你像打菜鸡啊？对啊，为什么这样？What the fuck？没有没有，这个十九等跟五等不是那个十九等跟五等是类似铜牌跟金种的感觉，但是它不影响你的人角色的等级，你知道吗？空山之力，没有没有，你等一下出去检查一下，你角色是不是带满等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有带满等啊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教练，那你的人物几等？你人物到底几等？我23。没错啊，你赶快吃一次等级啊、哦！我已经吃满了，我全部都吃满了，真的。你现在去把体力，你的钻石全部刻体力，然后吃刷战印，刷战印，然后把你的等级上去，然后再把你的那个角色练到30的。嗯，你那个太扯啦、啊！你怎么那么菜啊？哇操嘞！对不起，我菜。你赶快喂啊！你要我教你吗？没有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怎么喂。就是刷刷刷刷刷。我今天我原本还想刷一刷的，结果你这样子，我就不刷了。我来看我别的东西。哇，这真的是要刷一刷、啊。对啊。我现在马上工伤之力，急速扫荡。我只是在扫荡的同时，我们来抽。有一张紫色的英雄哎、欸，我们来看抽不抽得到了。孙悟空。你出的吗？啊靠！要 VIP 十一才可以抽，这么新这么硬哦、喔。哇！啊，这边可以抽吗？哇，这边什么孙悟空都没有。嗯，是我想抽这个新人，这超强的，我要抽。假面，只能说差距。怎会这样啊？啊，我三十等了，我三十等了。是没事，小四等。太扯啊！你再刷起来，再刷起来，再刷起来。要我先把我的角色等级升一升。哦，那还行。嗯。叮叮叮叮叮。OK， 欸，我没有那个手厨奖励，我的那个弓箭，我的那个狙击手等级不够高。可是我觉得那只狙击手超强。等抽一次。你在抽什么？
那就看抽不抽、哦。我看他们都有那个，你知道他们都有那个大大的那个什么星盒，我都抽不到、哦。那个不好抽啊。不然，稻草人先生。没想到我居然落魄到跟熊姐一样，我都不知道是你比较烂，还是他比较烂的。没有，我屌虐他，我都不知道他来干嘛的。我拿到新的角色了，我要练起来。你好好跟我讲，我先把一只。这好像蛮强的。我把几个比较关键的单位升一升，就是我有在用的单位。欸、我看你们都不放捕尸欸，为什么？我觉得捕尸不是捕尸很重要。有我放啊。OK， 哦，原来是不需要用了，真是太难过了。你说捕尸啊？对啊。看情况吧，我感觉还是很好用，可是他们好像都很少放。对啊，我看他们都很少放，但是我觉得很好用欸。对啊。说不定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差距啊！好吧，我有抽到那个治疗车，但是我用治疗车，我觉得蛮烂的。治疗车我觉得很强哎、欸，他超买的、欸。可是他补的频率很低哎、欸，他补的很慢哎、欸，想办法把它都抬起来啊！可是抬起来的话，他是全部同时间补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他应该他不会一台一台一台这样补，他会全部同时间补，然后你的那个你就会感觉他浪费掉了。哼，哎，哦，我懂你意思。对，我的意思就是这样，就是他达不到那个效果。可是他可能比较硬吧，他至少比那个小护士来的硬很多吧。是比较硬一点啊，但是。也还行，小护士，头侠潜行者，稻草人先生，还是其实我抽到了，只是我没发现啊。魔法，新人啊，我知道这些新人核心啊，哦，抽都抽不到，嗯。OK， 我差不多了，来吧，好，该虐你了，来你点我，切切戳。最近中华电信一定会顿啊，用手机不会顿啊，因为最近那个中华电信的那个海外缆线断掉了，被鲨鱼咬断了，每天都被鲨鱼咬断，我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他们每次都这样说。哇，我外套是真的破了，还是它本来就是破的、啊？OK。好，没问题。你看我选这个雪怪 counter 你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重型护甲，普通伤害。换奶妈好了，本来就破了，刚才发现。感觉我也需要一个奶妈。OK。你会插图腾？那图腾是干嘛？图腾好像它会随机有三种：补血、加攻击力跟毒吧。我记得是这三种，就是伤害的、治疗的跟 buff 的。OK。猛的。可是我才一等，那个才一等而已。
看一下你放着，然后又是刚刚那只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摸死你好帅！虽然我开的是160P， 弯腰是那个 JJ 的，你说啊，你在帮 JJ 弄精华的吗？看这个，听你的名字我好有印象。你那只开行到这慢啊？我就一直在拉哦，还能偷跑干？这个游戏拉快很重要的。你的攻击率有高好多、哦，兄弟，你要倒下啦、啊！我的那个前排他妈的都秒倒啊！我的 fuck！ 波波波，快点，奶妈奶起来！波波波，干！波波波，活不起来啊！波波，拉一下，拉一下。一个招都没放出来就倒了，盖炮台了，盖炮台了，拉一下，拨一下，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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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差一点点啊！我操你！啊，这只是我最强的，可以。已经没有比我的王博士更厉害的兵种了。拉一下王博士啊！王博士拉的就是死后排啦。打全部哎！妈的，我好像在打魔王。可以啊，你快嗨起来了！哎呦，我还被推了。可是嗨起来好像没啥用。哪里啊？还有人打电话给我。哦，你这只蛮软的。哟，你要压过来是不是 ？Yes。好，再来一次。偷袭后排。来，我们补血的。把、啊、我的小人被打死了。嗯。King。King。不太起劲，我的血怪。hold 住啊，血怪！哎呦，打拳好了。下去。为什么你会免疫？为什么你会免疫 ？Oh my god！ 下去，我这只自带魔抗。我操！快出啦！快走啊！我叫一个牧师给你杀。我只是下去。再轰一下。免疫啊！打不动啊！我这次吸你也是免疫耶！干！我觉得不是我没练，是被 counter。哦，等一下不要放这只，你赶快把我这只打死哦！这只打不死啊！好了好了，你要放那个狙击手，狙击手，狙击手还没出来，我还跟没能量啊！你知不？我矿被我挖完了。好，我换另外一只。我的头。你这只这么帅啊、哎！我这只怎么看起来很帅，可是伤害有点弱，好像蛮磕的角色。对啊，而且我好像快输了。我死神有用了，嘻嘻嘻嘻嘻。你看这死神专门操这种，一定吸起来。我还发现不是我太强，是我刚刚那只英雄太强而已。全部都给我死吧！哎呦，哦，你这只大招是什么？没有，他就变身而已，他就变身。你的变身好像也是蛮猛的。我以为音乐怎么会断？
我好像没有那只英雄就打不赢。哎呦，强哎、欸！嗯，你的那个图腾到底是干嘛的？他现在是在伤害啊。哦，欸、不是，他刚刚那个是在 buff， buff， buff。拿起来，拿起来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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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不是啊，我的能量怎么变那么少啊？刷塞了。因为你的矿，你最里面的那个矿花光了。我矿花光了。对。哇，要输了。一枪，死十星，全部。你这是变身这么帅啊？倒下。又一个什么？嗯，我打直的，奶起来！怎么会奶哦？我没有断招。小骑兵，小骑兵 ，Go Go！小骑兵，小骑兵 ，Go Go！ 哦，哇哇哇哇，我的！小骑兵，小骑兵 ，Go Go！ 武器解禁！我操啊！一枪一命！你靠背啊！你有一只骑兵溜过来啊！小骑兵 ，Go Go！ No！欸、我那只追不到你的骑兵、欸，哈哈哈追不到你的骑兵也太蠢了吧！他会自动走位，小骑兵 Go Go！ 哇，小骑兵超猛，骑兵好快哦、喔！带走，小王真的要被带走了 ！Oh my God！还行啊，我等一下换一套弱一点的，跟你同等级的打。我操，被羞辱！这怎么是羞辱呢？而且你后面怎么盖了一堆箭塔？我是刚刚才盖的，你知道吗？有，我看到了，刚刚有一个盖，刚盖的。从 S 二关注名门到现在。我小咪车上还贴了当时 PPA 的对话呢，潜水很久了，现在出水了。天哪 ！Oh my god！ 感谢你的抖内。哇，有人抖内你！天哪，居然有人抖内我，而且他抖内的金额还是我三个月加起来的全部金额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到底多少？抖内我30块。哇！吓死人！吓死人！他说他从 S 2关注我们到现在，天哪 ，S 2这还真的是很久了。现在的小朋友都不知道 S 2在干嘛了。他说我的偶像是 S 2的打野 Leo Boss。他说好啊 ，S 2不是丁特去打的吗？干我最喜欢辅助那个。我最喜欢那个，然后他就讲不出来，那个 boss， 哎，看，超智障。好了，我带个补血车看看。你补血车满等吗？有啊，没有，这补血车是限免的，一定满等。哦。为什么你的限免跟我的限免不一样啊？它不一样啊，本来就会不一样。好像是依照你的等级会给不一样的限免。哦。哎呦，八个月，八个月啦，快回本咯！八个月快回本，靠北！哎呦，你八个月已经有脖子的形状了。嗯，好，我会这次换这个。我好像发现我20技能都用了，可是我的前排很废啊。没事没事。嗯。有人说 S2 是手游，
看你，我观众还有人说，秋弟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那个时候 man， 我是那个时候 S 二上路 man 卡密尔的那个。没错没错，哎、欸，那是我蓝，哎、欸，那是我蓝宝。有啦有啦，哎、欸，这张地图好小、喔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一下子走过来啦、啊？而且我好像还打不到你、欸。我在偷干你。哎呦，会拉偷射我。走他。哦，好像摆了一个。嗯。嗯、哦，你为什么你这个哦？你干按错，干按错是啥回？包起来！请叫我女王大人。为了女王，杀尽敌人。为了女王，女王大人。你后面有个ninja，是不是在顶干我的后排啊？ninja 起来。我先囤一下小兵啊、哦！我一开始白痴，我他妈，我一开始没有派挖矿的，干我的那个经济落后，经济落后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趁机，快逃啊！有走出去。可是我这个战术不太好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摆那个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对，烧完小兵，烧完小兵。为了女王，杀尽敌人。月云阁下，我是不死。到底在那边偷打我后排？你怎么又要输了、啊，伯？没有，这是战术，我的换塔战术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这个主堡的血这么多，主堡就是拿来砍的、啊。能干的吗？在下林，愿与阁下。其实你是想抖内摸死啊，但是他觉得摸死的伙食不错，应该不需要抖。我以为他说。我在这边有听到摸死的声音，我就懂了。靠背还是不够啊！我工兵又被你杀光光了，真的很靠背。没有坦克啦！我来了，快挖矿啊！客来了。干走不出去！哎、欸，有杀到！神圣之力战场也不大妙。哎呦，我这个要嗨起来哦！啊！你是不是拉错了？拉错边了！他、啊、拉错边了，你走进来了。哎呦，一个晕带走。你们挺能干的嘛！我等你这一只出来很久了。气死他！直接带走！啊！太大招啦！修行还是不够啊！继续！哎呦！所以你为什么刚刚不拿这只龙出来？这个龙很坦啊！刚让你的，我怕你输太快哦。好。是啊，没有了。啊，今天这个战士练，怎么讲？靠背啊！战神世纪，战神世纪，我们以这个2-1屌念。哇，最后一场啊！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他妈的就打赢了啊！放屁！啊，感谢摩子今天跟我们玩这个战神世纪啊。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，我跟摩子的画面上应该都有一个 QR code， 你只要扫这个 QR code 呢，就可以下载到
战神世纪，那战神世纪其实呢，就是一款该怎么说？我觉得它很跟以往的手游不太一样的点在于说，它非常偏你的智商，就是你要怎么布你的那个阵型，跟你的兵种要怎么调配，然后它每一个兵种都有一个相互相克的关系哦。那喜欢的朋友呢，可以去下载看看，来玩看看。当时我还有不下载就是没智商的哦。你这边讲人家说他需要一个智商的游戏，其实智商游戏是啥回？当时我还有私密给 TPA 的脸书，知道你们多想贴你们的队徽，贴什么队徽？啊，还好啦，还好啦，而且不用说您啊，不用那么客气啊，我们大家也只是。普通的人嘛，对不对？混口饭吃，混口饭 吃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帮我扫 QR code， 混口饭吃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对了，帮我扫 QR code， 这样我还不会被摸死开除。你可以不扫，但你不要说你扫了熊姐的，拜托。好啦，哇，我今天真的开台开很久了，很累了，我从四点开到十一点啊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差不多要睡啦，差不多要休息咯，休息休息，大家啵啵啵啵。好，我这边挂啦，我是拜拜，拜拜，拜，拜拜。